好，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 Gibson State， 也是十二门徒的第一站。那沿途的今天下午呢，因为靠近海岸，所以已经开始慢慢渐渐变天了。然后我们听到大大的浪涛打到海岸上边，那很多游客呢正在玩耍。那 Gibson State 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，有名的主要是在于等等我身后的这样的一个类似天梯的形态，以及旁边的第一座门徒的一个位置。啊，放大来看，最有名的是那个区块，本来天然造景的一个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那因为它特别的大哦，所以这样特别的壮观。那我们沿着旁边的海岸跟岩壁呢来瞧一下，